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今日の日本語先生、ゴーと申します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这节挑战哈，在座的学员听无台语的请举手，完全听无的请举手，完全听不懂哦。那怎么办呢？那我要讲普通话咯。本来我是想要用台语来讲啦，因为毕竟我们是哈日这个，我们是属于这个日本大帝国的领土哈。然后我想说，在座的学员跟在座的同心哈，我们大家以后还是要尽量讲台语跟讲这个日语。好，那为什么我们来这里上课，我们台湾政府 会安排我们上一堂日语课，那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属于大日本帝国，虽然在我们的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日语现在不太用得上，可是呢从现在开始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 touch 到这个日语。好，那短短的50分钟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呢给大家一个 image 一个印象，日语到底是什么样的发音，然后什么样的讲法，然后最基本的比如说我碰到日本人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他挨沙子，就是打招呼，然后我要怎么样的做自我介绍，这是最基本的嘛，对吧？然后如果说这些你也能够讲个一两句话，日本人其实他们你跟他碰面可以讲这样一两句话他就很高兴了。好啊，后摆咱若真正规划大日本帝国的时候，我相信咱的台语、咱的日语一定是咱的官方语言。好，那从现在开始，大家都要认真学日语，好不好？那我希望说这一堂短短的50分钟的日语课，能够带给大家有一些些的收获，好吗？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哈，因为日语的话，说真的，说难也很难，说不难也不难。如果你有机会常常讲日语的话，其实你的日语一定会进步的。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刚才我讲的那一句日语听得懂的请举手。哎呦，不错嘛，我见一个较小的，来，再举手，举较高的，我看看咧。好，来那个穿黑衣服，现在手还举着那个年轻的，来，对对，你来，你请站起来，来，请站起来，好，麻烦你翻译一下我刚才讲的那句日语是什么意思？啊？我一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一串话，嘿，啊，你要把它原意讲出来啊。原文翻出来，好，再讲一次，来，我再讲一次哦，哦，好，我再表演一次，是不是？忘记了哟。好，我说，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好，大家午安哈，怎样哈？私はゴーです。今日の日本語先生です。我是今天的日语老师，我姓吴，那我的名字叫美银，吴美银。那我是在我们中央办公室上班的，跟替大家服务的同心啊，如果说你们有任何的问题，很欢迎各位来办公室找我们解决，好吗？好，那我自己本身呢，为什么会讲日语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去日本留学，那我学的是服装设计，然后学成归国之后，正好是台湾的服装业正在起步的时候，所以我就踏进服装这个行业，我做了16年，这16年我坐的飞机不下几百次，对不起，请关机好吗？然后去日本的次数哈，多的我自己都算不出来了哈，因为我的公司是中日合作公司，一个台湾老板，一个日本老板，一个不会讲台语，一个不会讲日语，所以我必须要从中间做翻译，我是从早上翻到晚上，
然后呢，早上一开会，然后到晚上，两个老板要上 club 吃饭 ，club 都要作陪这样子哈。所以我的日语是，虽然我在日本，就说念过书，但是短短的三年里面哈，说真的，日语还是讲的不是很好。可是因为后来透过工作的机会，然后跟日本人这样子常常交流、常常沟通之后，十几年下来，我做了16年哈，十几年下来，这个日语真的是进步很多。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忘记，因为已经是变成我的一个日常生活用语了。好，因为讲十六年，真正是你都不简单，无遐简单就袂记啦。好，所以但是呢，说真的，我的日文程度不是很好啦。哦，就是在座的这么多会讲日文的，说真的，我相信有很多一定程度比我更好，哦，说不定是我的先輩都不一定，哦，那我今天就在这里献丑了，哦，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要先从50音开始教，因为我相信在座还是有很多人是完全没有 touch 过日语的，完全没有学过的，请举手。哦，还是占大部分嘛哈，50音也不会念的，请举手。啊，哦，都没向啦哈，好啦，都没向，安尼咱得为50音开始教，好不？因为咱这50音内底哈，我给各位的讲义里头哈，有这个，有没有？有花音，这个花音哈，就是啊一，就是。那个英文的发音，所以你哪袂向念，你得看这，你得怎阿拉念。啊，日语哈，它有分两种，一种叫片假名，一种叫平假名。那平常在写字的时候，都是用片假名比较多。那什么时候用到平假名？就是有一些特殊字，或者是因为现在日语用了很多外来语，就是英文翻过来的外来语，他们就会用这个平假名。哈，所以大家需要认识的就是这个。这两种，然后发音的话就是按照这样子来念，好，那我会带大家念几次，让大家熟悉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个课程，这样好吗？好，好，我们现在先来开始念50音，好，啊，一，乌，诶，哦，卡。ki， 哎，这个，对不起，这个打错了，请修正一下哈。这没有五啦，五要删掉哈。好，没关系，等一下再修正啦。好，来，我们用念的哈 ，ka ki ku ke ko， 好 ，sa si su se so， 他。鸡猪腿兔，好，刚才我听各位在念的时候，因为日文在发音的时候有一些音调，比如说 a i u e o， ka ki ku ke ko， 啊，它音调你要注意一下哈，不是 ka ki ku ke ko， 不是这样子哈 ，ka ki ku ke ko， 沙西斯塞索。他鸡只腿兔，好，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再念一次好吗？哈，来，他等等，我准备抽，叫大家起来念哦，我要抽奖哦，中奖的要准备一下啊、哦。来，啊，一，乌，诶，哦，卡，奇，库，克，克。沙西苏塞索，他、哦、不是打、哦、他，鸡猪腿兔，好，会向念未？安尼会向念未？啊，注音的边啊的有注音啊，就是那个英文字那个就是注音的，哦，你用英文字来拼，你就念得出来了，好不好？好，有谁愿意一起来念一遍给大家听的？会念的，好，后面最后面有人举手了哈，拿个麦克风给他好吗？啊，好，一，五，二，哦，
没声音。喂喂，好，请大声一点好吗？哎，没声音，没声音，是不是没电池？是没电池吗？好，那我带大家再念一遍好了，等他找电池哈。好，来，啊，一，乌，哎，哦，卡，基，库，克，克，沙，基，苏，塞，索，塔，基，朱，特，托。好，我不要念，大家自己念一遍。来，按照我指的，你们就念，好不好？来。哎呦，袂歹嘛哈！哦，大家足厉害的呢！我教三届呢，恁都拢会样念嘛吼！哦，不错不错，好，下一页。来来，因为大家都会念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下一页哈。来来，加那尼努内诺哈希呼嘿吼妈咪母美。莫呀呦呀呦呦哟，来来来，这边为什么这两个不用念？因为这个是不是在第一页的时候就啊一乌尾哦就有了嘛，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我们就省略，就不要念了哈。呀呦哟，啊，好嘞，来再来一次。那尼努内诺哈希呼诶吼妈咪母美莫呀悠哟，哎呀妹，好，今麦我恁念来开始。不错不错，很快哈，来下一页，来啦哩噜嘞咯哇哦，嗯，好，这里一样哈，因为前面都有了，所以我们就不用念了，就是哇哦，然后这里有个嗯，好，来再来一次。拉里努雷洛哇哦嗯，好，好，哎，请问那个麦克风准备好了吗？好，请刚才后面那一位同心哈，那位学员，请你从前面念到后面好吗？可以吗？可以。来，第一页，第一页，一页。好，开始。啊，一，乌，诶，哦，卡，起，库，克，库，沙，西，苏，塞，索，塔，基，朱，铁，多。那尼努内诺哈希呼嘿呼妈咪母美莫呀悠哟拉里鲁里诺，下一页哇
五哦嗯哦好好好，一百分我们大家给他鼓掌一下。谢谢。哦，不错不错。还有哪一位要起来念的？你有机会的话你就会背得起来哦。你要站起来多讲的话你就有机会。好，哪一位？哪一位？好，请麦克风递给他。哎，我那不看见人面在哪里。啊，好好，来来来，从来来来，请准备好，开始。啊，一五二五，卡起裤皮裤，三四四四四，他几只铁佗，那你努力努。哈希夫嘿好，妈咪母美貌，呀悠悠，拉里路雷洛，哇哦，嗯，哦，好，很棒，很棒，哦，都一百分呢。好，再来一位，再来一位，还有哪一位要起来念的？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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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位。来，麦克风。哎，你们两位要？你们两位都要吗？好，两位一起念。来来来来来，来，这位念好。来。啊，一五二二，卡提库克克，沙西斯写手，塔西兹铁头。那你努力呢？哈希呼嘿好，妈咪母美貌，呀悠悠，那你努力呢？哇哇哦，嗯嗯，好，谢谢这几位学员哈。哎，今天这个第一堂课就考一百分了哈，很不错哈。然后。哎，这样还有没有不会念的？不会念的请举手。啊，你还是不会念吗？为什么？哎，哪里有问题？记不起来哦，没有关系，回去有讲义嘛，你回去慢慢学好吗？然后你就可以按照旁边的那个发音，你就慢慢去拼，慢慢念。也许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你会觉得很陌生，好，然后回去，因为有讲义给你们，回去就慢慢学，这样好吗？好，所以我相信，刚才举手的好像只有两位而已嘛，哈，那这两位学员就麻烦你们回去哈，自己再慢慢念。那其他的学员，我相信大部分都已经都知道了，可能你们以前多多少少都有学过哈，所以五十音大家都晓得了哈。那只要写当然会比较困难一点，可是只要你看了你这个五十音你会发音的话，以后你就可以拼，你就念得出来，哦，就会比较简单一点。比如说你去日本餐厅，你要吃日本料理，可是呢日本料理会有很多那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料理的名字它会写这个 hiragana， 就是写平假名哦，有些它会写平假名，哦，所以呢平假名也请你们自己回去，有空的话你可以写一写念一念，哦，那个平假名就叫做 hiragana， 好，片假名就叫做 katakana， 好，哦，katakana 跟 hiragana， 好，哦，那所以呢，如果你们这五十音都懂，然后都看了就念得出来的话，我相信以后你们去吃日本料理或者是去日本，你们就不会害怕了，因为你们会念了，对不对？好，哦，所以咱今仔要教就是讲上基本的，让你会向念，你会向念，你敢讲。哦，你敢讲的话，然后你看了这个写日文的，哦，你看得懂，然后跟日本人至少能够稍微沟通一下，这样你就不怕去日本，就不怕去丢掉了嘛，对不对？哦，好好，接下来我们下一页，哦，下一页这个叫什么，会不会念？哎呀，不错嘛，哦，挨沙子呢，我不用教大家都知道，啊，什么叫挨沙子啊，哦，打招呼哈，哦，好，我们每天起床，这个
一见面是不是都是就是要打招呼，对不对？对，咱台湾人嘛是安尼啊，透早起床就讲，咱台湾上直接讲的是啥？啊，食饱未？哈、啊，食饱未？啊，食饱未？安那讲？五行食饱是大家，哈、啊，五行食饱是大家，哈、啊，就是食饱未？哈、啊，但是日本人吼，哈哈哩安尼讲啦，哈、啊，日本人诶。迄、那个打招呼的用语跟咱无啥共啦吼，啊，咱即马为遮开始吼，咱来讲上简单的迄个打招呼的话，好无吼？比如讲，我拄啊讲的讲“こんにちは”，就是遮“こんにちは”哇，啊“こんにちは”就是午安啦、啊、吼。咱啊十点十一点以前拢叫做“おはよう”国语嘛是吼，啊过十一点就是中昼啊嘛吼，中昼一直到差不多下晡。五点拢叫做“こんにちは”，吼、哦，啊，五点以后就使叫做“こんばんは”，吼、哦，然后咧，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就叫做“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所以加得分，哈、哦，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哈、哦，在时啊十一点以前叫做“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哈、哦，十一点以后叫做“こん”，哎、不，“こんにちは”，哈、哦，五点以后就使“こんばんは”。哈、哦，然后咧，要困的时阵叫做“おやすみなさい”，啊，再见，叫做“さよなら”。这句我相信大家一定拢会晓讲。哈、哦，好，咱先来念这五句，好不好？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好，今麦要做一届个念嘛哈。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哎，晓未？哎呀哈，好来，こんにち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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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句较简单啦哈，来。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来。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あれ、这五句会晓念未？会哦，哎，我要叫人起来念哦。来，我凊彩点好不好？即摆用点的哦，用点的好。我麦古提到遐，就叫你念啊。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おざ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さよなら。未歹吼，咱这班学员的日文程度都很高哦吼，安尼五十音教完都拢会晓念嘛吼，真好真好。啊，佮咱要念的无？来，自愿的举手，自愿举手。嗯，无我点名，点名。来，我不。来，我哩，来，看看，没关系，看看。我特地要挑年轻人哈，因为哈，上了年纪，我知道多多少少都会讲日语哈，然后我要特地挑年轻人啊，看你们。来，学念看看啦、啊，没关系啊，不会的话我教你好吗？来，念看看，来，对不对？哦，还有，ございます。哎，对呀、啊。然后。是啊，没错啊。对啊。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然后。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おやすみなさい。おやすみなさい。さよ
Sayonara。晚安，嘿嘿嘿，好，好，年轻人可能完全没有接触过日语哈，所以他们会比较紧张一点。那我现在好，我不会叫你啊，你不用紧张。我现在来请一位哈看起来会讲的人，好不好？好，好，来，请这位大哥，来，不要讲，不要讲，好啦，我请一个会晓讲的来，我嘛不晓讲，啦，你做第一样，我不晓讲。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啊，这个呢？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おやすみなさい。さよなら。好啊，好啊，很好啊，啊，好。这里可能大家就会比较困难一点哈，因为我完全没有写中文是什么意思，然后发音也没写，所以呢，你们回去可以自己在旁边哈做一下注解。你把那个发音啊就写在这上面旁边啊，回去就自己练习这样子啊，你每天都给他念个音，念个一遍，念个一遍，对着你的家人，每天早上就是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おやすみなさい、さようなら。每天这个鼓励人家讲一次哈，叫三顿讲，你就得样讲啊，好不？好吗？哈，那我们啊，中文意思哈，普通话意思也都懂了哈，连我们拢知啊什么意思哈。哦，啊，去注解好不哈？我调干不爱注解，就是要给恁写，安尼恁印象才会较深啦。好不，我若替你写便便吼，你就是你分段写，你绝对也袂记住呀，哈、哦。所以我故意要让你们写啦，哈、哦。好，好，那我可以进行下一个单元吗？这个单元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不懂的吗？还有不会念的吗？啊，不会念的自己回家练习好吗？好、哦、好，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好不好？哈、哦。下面这个单元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啦，哈，应该是很简单的，就是哈，咱甲人说多谢啦，哈，哈，啊是甲人讲拍谢啦，哈，啊是讲拜托啦，安尼啦，哈，好不？来，说多谢叫啥？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哈，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阿里嘎多，国在伊妈死。这句话应该是大家常常会听得到哈，这句比较简单，对不对哈？好，伊讲弄掉，すみません，哈，或者是说，你要拜托人家做几行代志，哈，啊你的开头语，你可以讲说すみません，哈，啊无拜托你给他做啥呢哈？那如果是真的做错事情，我做错事情了，我要跟人家道歉的话，就不是讲すみません哦，我要讲ごめんなさい，ごめんなさい，这是不同的用语。虽然都是对不起，在我们这个华语来讲都说对不起，可是呢，日文就有区别了哈。すみません就讲啊，拍谁啦？那个啊，拍谁？拜托你给他，你给我调解一下，好不？哈，那叫做拍谁？哈，那。抱歉的话，哈，抱歉，对不起，叫做ごめんなさい，哈，所以是有不同的区别，哈。那ごめんなさい，我这里没有写了，因为那个是更深一层了，所以我没有写，我就写这三个最简单的，哈。然后来，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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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お願いします。拜托，拜托，好，拜托，拜托，哈，拜托，拜托，哈，拜托，拜托。好，这三句我们再来念一遍好吗？好，来，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好。啊，迄个中文意思拢有了解无？都懂吗？没有不懂的，中文的意思不懂的，好，都知道了，自己注解哈。好，都会念吗？好，我请一个人起来念好吗？好，谁要念？这很简单啊，谁来念？举手。好，好，还是后面最后面那位童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啊，我请问你哈，你学过日文吗？学过。啊，学多久？也没有多久了，没有多久啊。对，哦，那不错啊，会念啊，然后可以跟日本人沟通吗？听哦。啊？没有，没有，没有跟日本人讲过话。有。有。可是怎样？讲个哩哩啦啦。好，讲个哩哩啦啦，我给你多练习就会讲。你念得不错啊，很好啊。好、哦，还有哪位要起来念的？来来来，大家都很避暑，都不想念。来啊，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哈，这根字念西哈。お願いします。好，我再找一位哦。应该会啊，你应该会啦。哎呀，我们高沙同胞都会讲日语，我知道哈，不用客气，来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大哥，你会讲日文哈？好，会啦，好会，所以呢，对他来说很轻松哈。哎，各位，有没有背起来了？有没有你们的注音都写好了？啊，要不要再念一遍？好哈，再念一遍好吗？啊，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みません。お願いします。好。阿里嘎多ございます，这句话应该常常会用到，而且你可以常常用，每天都用。哦，这句话是上简单的，啊，上好用。哈，哎，嘿，哦，那个是浊音，因为这个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本来是念卡，对不对？这个应该是念卡，对不对？可是加了两点就变浊音。那日文、哦、比较复杂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呢，我没有教到浊音、啊、因为我想说、哦、就50分钟，我就没教那么多。但是只要你们会念就好了。其实语言就是要会讲，会讲的话，你就算你不会写都没有关系，你只要会讲，能够沟通就好了。所以我现在要教给大家就是一个 image 就好了，你只要懂得。知道怎么去跟日本人讲挨沙子，就是很简单的，早上碰到日本朋友，或者是大家互相明天的，对不对？等一下你们大家就可以こんにちは，哎，要下课要回家的时候要讲什么？啊，对呀、啊，那这样就会啦，对不对？以后早上起来的时候碰到这个家人要讲什么？好，睡觉的时候讲什么？空。啊，おやすみなさい。那おやすみなさい呢？还有一种用法，就是说，比如说，哎，我跟我的好，比如说我的大姐，好，我要讲跟她讲说おやすみなさい，然后她可以回答我おやすみ。啊，对方可以回答おやすみ，就是把后面的那个なさい就拿掉，就这样比较简单一点。好，好，所以日文有很多种用法，让我们没有办法一一讲解，所以我就讲一个最
概略的，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好不好？哈、哦，好，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下面这一段，好吗？哈、哦，いただきます。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ただいま。おかえりなさい。好，比如说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跟妈妈讲说，我要出门了，いってきます。好，就这样，出门的时候要讲いってきます，这是一种打招呼。我们台湾人好像比较没有这个习惯，说出门的时候跟妈妈讲说，我有啦，今晚就跟妈妈讲拜拜，再见，这样子，对不对？可是日本人会讲说，哎，我要出门喽，いってきます，就这样子。好，那妈妈要讲什么？妈妈就要讲说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就跟他们讲好，哎，顺风哦，啊，你要注意安全哦，就包含了所有的意思了，哈，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哈，好，然后呢，这个就是回家的时候，我回到家了，我要一门就要跟家里人讲，ただいま，就是我回来了，哈，可是我们现在对小孩子教育好像都没有这种呢，小孩子回家了也不会讲说，啊，有的还好，妈妈我回家了，有的根本就不会讲。哦、所以我希望说从我们的童心我们的学员开始可以教育家里的人教育家里的下一代、哦、让他们懂礼貌要出门的时候就要讲いってきます、哦、然后回家 那小孩子跟你讲いってきます你要讲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哦、然后呢回到家里要讲什么ただいま然后妈妈要讲什么おかえりなさいあ、就说哦，你回来了，哦，你平安得回来呀，好啊呢。这样是不是就很有互动？然后家人的感情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哈、哦，要不然现在我觉得台湾的家庭好像都没有家人之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哈、哦，那如果说你学会了，你回去，哎，告诉家人，哎，以后我们就用这样来互动，好不好？那相信大家的这家人之间的感情会越来越融洽。哦、好，那再来念一次，好不好？哦、来，いってきます。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ただいま。おかえりなさい。好，我来念吗？我来念吗？你来念，来，来。いってきます。好、哦，来，加。いってらっしゃい，这个有一个子有没有哈？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嘿，这有一个小的子有没有？这个叫促音哈。那这个平常如果是大子的话，我们哈，比如说挨沙子这个子要念出来，对不对？可是他写小字的时候，就是变成促音，这个音就不发出来了，就变成说いってきます，哈，然后这里就いでらしゃい，这个字就不发音了，哈、哦，好，いでらしゃい，哈、哦，然后ただいま，你看没有浊音的时候，没有两点的时候是念た，对不对？可是有浊音有两点的时候就变だ，哈、哦，所以日文就是这样的不同，哈、哦，好，ただいま。おかえりなさい。那念快一点就是おかえりなさ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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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请人起来念哦，可以吗？会不会讲？来，这位大姐。いってきます。いってきます。いってら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ただいま。おかえりなさ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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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不错不错哈，来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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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位大哥，我没要念，啊，没要念连续的，没要没要，完全没想来，这位大哥，啊，这么客气，来，
哎呦，要练习嘛，要练习才会进步啊！你不开口讲的话，你回家你还是不会讲呢，怎么办？啊，要开口讲啊！哎，大姐，刘姐、哦、来，哎呀莫，念姐，哎，我去看看，好吧，给、啊，来，いってきます。嗯，对，いってらっしゃい。对。ただいま。嗯。おかえりなさい。おかえりなさい，很好啊。哎，我们的刘大姐讲得很好。哎，大家对这几句有没有什么问题？会不会讲？不会讲的请举手。还是不会讲啊、哦？哇哇哇！还是有这么多人不会讲。那我们再多念几遍好了，好不好？哈、哦，来。いってきます。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ただいま。おかえりなさい。啊，什么意思都懂吗？懂哈，意思都懂哈。那回家自己练习好不好？回家自己练习好不好？好好好，我们教下一句哈，下一个单元来。いただき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好，这两句什么意思？吃饭的时阵啊，不能做礼貌的吼，伊吃饭的时阵，这个筷子还没有拿之前，他要先讲いただきます。啊，开动了，开饭了哈，嘿，对。好，然后呢？吃饱饭后要讲什么？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谢谢你丰盛的招待，哈、哦，也感谢就说煮饭给我们吃的人，哈、哦。所以等一下，哎，大概十二点要落去吃饭的时阵，练习一下好吗？要开动之前就讲いただきます，啊，吃饭饱呢就说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你就跟着你旁边的人说也没有关系，好不好？大家等一下要练习一下哦。无讲的人就袂使食，好不？无讲的人袂使食饭，好不？哈、哦，好，来，要吃饭的时候要讲什么？好，食饭拜讲啥？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来，再来一次哈，ごちそうさま。レシタ、ごちそうさま、レシタ、ごちそうさまレシタ。好，安尼这篇会使结束无？咱剩最后五分钟，我想要教各位，就是说你的名字怎么念，你的姓怎么念，好不好？好，下一页。好，哎，你们的顺序有点对调，在后面，你换一下哈，就有了哈。来，中国姓氏哈，好，各位，你们的姓都在这里头哈。然后呢，如果还有下一页，还有下，你看你的，你看你那个配角就知道了。你找一下你自己的姓，你的姓没有在里面的，请举手。啊，好，请问你姓啥？啊？你姓哎，麦克风给他好吗？后面那位啦，后面。你是讲话吗？你拄啊不是牙手，你声无伫进来底，无伫你。啊，你姓啥？我叫以诺波亚尔沙人、啊。哦，你是高沙名字啦，哎、啊。我是高沙。哎，我怎样？我保中国姓氏啊。高沙同心，你们的名字真的是对我们很大的困扰，尤其是我们在做你们的 ID 卡的时候，哦，你的名字有够特别的啦，啊，我们常常，欸，我们实在是不太了解说高沙同胞，你们的名字花园是怎么来的，尤其是他们的姓跟我们这个平地的姓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平地是把姓放在前面，名字在后面，可是他们是把名字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而且他们是拿爸爸的名字当成是他们的姓，
好，所以他们的名字是真的是很特殊。那你们的名字的这个发音哈，你们的主席都会帮你们特别去拼音拼出来，因为我们需要英语的发音嘛哈，所以主席都会特别帮你们拼。所以你们的姓算是比较特别一点，这个要私下解决好吗？我们现在先讲中国姓氏好不好？好，蓝色的蓝就念烂。烂，很烂，好烂，好烂嗓，好。然后呢，这个呢，我就念一遍就好了。回去呢，请大家去看你的那个姓氏怎么念。然后呢，下个礼拜有高级班，对不对？想不想再继续学？想继续学，请举手。哦，好好，那你们都要来报名哦。啊，大家来上课，我就继续再教你们哦。自我介绍，好不好？好哈，那大家才会进步哈。好，来，我们念一遍这里所有的姓氏好吗？来，姓丁的叫什么？泰。姓余的叫兀。姓王的叫奥。姓孔的叫克。姓黄的叫贺。姓毛的叫莫。又。巴古。等一下。马马巴古巴古巴古哈巴古，这个姓氏很少了哈。巴古哈，然后奥、卡、基、根、哥，好，我就姓这个姓了哈。哥哈，所以我说哥多摩西马斯就是我姓吴这样好吗？哈，来下、康、Q、King、裤子。秀秀塔古西秀古右右六洛印托巴六卡古卡卡卡六连卡靠索佩托，下一页。还有下一页啊。来靠电哈古靠古靠修真宁索金托多户哟利六嘎古莫林卡奇卡卡卡，这两个不一样，这个是卡，然后这个是扣，后面要加一个五的音扣，所以这是什么音就要拉长一点，好不好 ？Call 啊 ，N O 卡 ，Gain Call 就 ，Sing Song Say Saw Cho 进 ，To Do Do My Hang Liku。呼呼吼呦翁肯卡斯，下一页索巴古右塞丘右六秀雷洛 ，n， 森 ，boku， 来，洛，下 ，kiz， 塞 ，xiao， 塞子 ，tang， 拉 ，gen， 九 ，seki， 数 ，o， 头 ，ki。托，照顾，靠，
还有テイトハンハンバンヨリュショショタイカンカンガンガン，这个要念杠，好，浊音念杠，这个是抗，这个是念杠，好 ，g， call， 说，是吧 ？o 六 ，c 六卡子 ，c 六 ，lie，n， lucky， 好。其实里面呢用到的就我们常常看到就是那几个姓而已，那有很多讲就姓讲就秀啥嘛哈，所以呢有一些比较不常看到的哈，大家就不用学了，那只要学自己的姓氏，简单的比较常看到的姓林啦、姓李啦、姓吴啦、姓马啦、姓什么这些，好，大家把这些学会就好了，好不好？回去大家先自己先练习一下你自己的姓怎么念，好吗？哈，好，我们今天就教到这里，然后下课的时候要跟老师说什么？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ようなら。皆さんさようなら。またね。先生さような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たね。また什么意思？また就是讲，下次再见呢。またね。好，希望下个礼拜再见到你们哦。好好，さようなら。谢谢。东西，那 Kitty。